叮咚叮咚叮咚闹铃声，眼睛还没有睁开，头昏昏沉沉。我不知道上火是为了什么，挤在门的公车上又累又哭，重复着每天每天，我也新鲜。想出门逛街，喝杯拿铁，也想和朋友们一起唱唱 K。可是挤不出一点时间，工作和加班，我真的好。